人妻 Selina 冯星星，水阿丁喊价都教授。现场的所有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SHE 金合体，为四月四号、五号登场的垦丁春浪音乐节宣传造势。今天我们在法郎的时候，有看到新闻稿说，怎么了？新闻稿上面写说 ，SHE 说要尬那个五月天的人气，然后 AI 说这是以卵击石吧。哎呦，快别这么说嘛！曲目的部分我们也很好奇哈，因为你们自己的歌那么多了，会不会想要挑战一些别人的歌？比如说来自星星的你的原声带啊，你们。这位太太会不会太夸张了？原来 Selina 也是死忠星星迷，一提到星星就停不下来了。请问昨天追到18集了吗？还没上啊。18已经。今天才上吧？该不是还没发了这么？今天礼拜一，对呀、最后一个问题，Selina，如果都教授跟阿丁同时掉到海里，你会救谁？哦，这很难，这题真的很难。都教授有神力耶，他怎么可能会掉水会害怕？所以你要救的就是。还在想哎、欸，阿丁啊！如果重新可以嫁一次，你会嫁阿丁还是都教授？这题够狠吧？哈，阿丁啦。真的吗？哎，都教授哎、欸，我们转过来，如果是。教授，好 ，OK， 谢谢。啊，不用在你背后，他现在很火。绕回来正题，头一回在垦丁春浪开唱，面对阳光、沙滩、大海的好风景，服装上总该有点看头吧？比基尼这种事，你当然交给傅真呐、啊。傅真，你比例这么好，你真的是可以穿一下比基尼。标题可以写说 Hebe 会首次穿比基尼。苹果与 Longline 外面还会罩一件罩衫。报道。